是12月11号，那我现在在我女儿的幼儿园，甜蜜幼儿园，那今天他们是他们的圣诞节的园游会哦，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到底有哪些活动哦，走吧。现在小林智来到艾玛老师这一关，要掏出他的圆游券，使用第一次来玩套圈圈。来，小林智今天圆游会，非常的兴奋，还带着他妹妹来。小林梦也来了，小林智会不会套？哥哥姐姐们套。你会了吗？看完了吗，小林子？作弊！你要作弊哦！太近了！你这样不行啊！跟 Emma 老师买，好，跟 Emma 老师买，套几次了？都没套中半次。他的线走过去，好像是。小林子等一下表演什么？小林子等一下表演什么？你有没有跟爸爸介绍一下？这么厉害啊！给他看镜头，知不知道？给他看爸爸的镜头，知不知道？算好了，开始了嘞！好，你有没有开始？小林子开始跳啦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你买了什么？泡泡机吗？泡泡机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介绍一下。
这是 bubble gun 啊，泡泡机啊，泡泡枪。对啊，你有很多泡泡枪啊。跟爸爸介绍一下，是草莓口味的。吃的吃不出来吗？草莓口味吗？是草莓口味吗？好吃吗？钱花不完，要赶紧的把我们的点券花完。小林，自己在玩什么？你还钓鱼啊？